艺人违禁被延上，被一群网友炮说竟在台上开的 Stuffing 的黄腔，什么好想插他们下面，还被女主持人调侃说违禁听到了哦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想要插他们下面，是不选的那一个。违禁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大家笑我，没有那个意思，大家。看片就知道，人家违禁从头到尾都在指地瓜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有问题的是接后面那句话的人吧。违禁听到了。